啊，日本五日来，你要看哪？我来帮你谈。噶今路呢，我们休息，再来测试给你一个五日来国本语。五日来国本语，要啊日本五日来那么快，语就是本语吧，这五字吧。我你也不再来挂，五个姊妹被兄弟呢推替了个，但是过时个阿用挂，给要个阿妹，不是难过谁？以前的人呢，给我国家要到许多个日子啊。我是五个阿妹的，你要晓得啊，八个月都给那个阿妹呢，发誓啊，那个是个发誓能干你，那个你忘干你鱼哦。那么隔壁个那姊妹啊，我是五年的，故事个老公个日子呢，力度哦，给你个五十来个朋友，过个日子给吃日子。给你早点搞个热秋日来，是接谢意，彼得谢人，过个呢是姊妹一过场，晒日子非同修。我妹夫他整天赌博。吃喝嫖赌什么就干，打了我妹妹，我说了几下，他连我打连我妈，是不是这样？那是以前这一次不是那个，不是这样的。他把我老公打得不能动了，他连给他看病就不看。正常。是啊，现在还在屋里躺着嘞，一分钱不管，就是他说的，这个我不愿意。江丽姑啊，董小爹那个是个子夫，还有是阿勇那个老公，嘿，阿勇那老公就你们爹给那个妹夫呢？说必须阿用过，日国呢还有连年一亿国次，给那个买房呢整理对簿的，事后呢又忙个买一套钞票，富哈个有东西点能，最贱的是给买房点个买那个日期，往里丢点哈个马桶贴，给那两份财产真是耻辱了，要不呢取消过熊给阿买房，给次日国是你过连年顾客吧，但是奖励了老公呢一直活不路。我给老的有气，但是给小的没有气，对不对？他的小孩见了我隔着温州，别说我就是不是他衣服，是老乡也罢，见了老乡给老乡应该说一句话吧，见了跟仇人是一样，连衣服不喊他都无所谓，你最起码你说一句话，连一句话都不说，我的外边的人又说那天为什么打我，就是因为那个气。有呢，将来个老公呢，连你一还个支付掉个日鬼呢，让他上来挖盖了。要在谁是义务路给靠吃，一个这个老鱼都糊涂吃呢，一得给母个支付拉肚吧。一过火，结果说火无辅导子，一还个支付掉。但是你到底我就是骂一个他妈的，可以说的，他妈的说，但是你等下你骂骂我老公说，我靠你姐姐，我靠你妈，我靠你妹。妈，小孩他给我娘怎么说？不是，他们聊聊的给我娘怎么说？他说这句话必须得录上。小孩他跟我说的，小孩他跟我找我打死我，他小孩他跟我找我。咱是这样，咱为了为了什么事？他这样一句话我才骂他的。我跟你说，你今天听大姐一句话，心放下来，过去的事也放过去了。他的孩子是他的教育问题，是他的一种环境。一个妈妈，一个家长，你也要跟自己的孩子讲，我们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要管。衣服就是衣服，你看见就要叫。孩子就要有礼貌，那是小孩他自己说信，他见到小姨他都叫小姨，他不理他，他肯定不会叫他个姨父的。这个是这样，是正常的。你自己的孩子你自己叫，说句实话，小孩子长大了有礼貌，对他自己将来也是有帮助。将来你帮你带是那个老公一家是没得无的，那个啥家是那个老公还刁难过这个主意，上来两马上通能，一直一直他预给是那个咋呢，都给儿子我要给给那个智慧取消偷偷不及。那么阿妹那不是给五瓜了以后呢，阿勇给国家这张上的不是不惜，结果给是多少假如富士和尚国给阿妹去的五给五啊，那个阿富外做那不是个主意。我就不知道他的上司申请我的心病怎么办，主要要是没事还好，要是终身残废我怎么想，我还有两个小孩。这里内伤当时打到这里现在还在痛呢。你去医院看了吗？看了。张立国啊，至于你给大哥老公在医院里记住过吧，意思国家怕谁退是要给我爸的，给你娘接着给自费得洗的给费用呢，让给个自费去。我们没钱，这个有钱没钱是另外一回事呢，就是你这个人有伤你肯定要带他去看的，你不带他去说不过去，因为毕竟是你老公把他打的。那他老公有伤谁带去看？那他在伤在哪里？他在伤在心里。在心上，他在想，在伤在心里。你叫他的伤跑出来，到屋里去闹，你要不要这样强势呢？该买难忙的呢，该咋阿勇姑家一无缺一拿个，给过叫富士屋来得该买去吃，阿富外要弄个木嘛，
那个还给买一把上通日个老公吧，发过来最早给都给啥子。再往后他是夫妻，他打死他我也不管，无论什么，我们现在从这开始，我们不是姐妹心心了哈。不，我知道你想帮姐妹，这个是出于好心。他劝的话，你要跟他好好沟通，而不是你就是直接过去骂，你反而帮你妹妹去打他，那他们两个夫妻感情又不好，而且你也把自己带过来麻烦。他但是他是每一次都是到我家去打的，我不是我到他家去打的。那你也要想想办法，想想方法，你不可能就说他来你家打你就打他了。别做一些事，比如说会妨碍你夫妻啊，影响你们感情。那么姐姐也少插手，毕竟你妹妹也是。我从来从那里那一年，我从来不插手她那个事。阿勇哥，给那个妹夫外吃外走，给有福气上给那个妹夫和个老公点席，给我摆钞票，看能否摆给。那么让我一一说和你，我给个日子，一讲你不讲不过把的，讲过说和个同意你，我俩可给那个来次买一把人啊，噶一早的我来派去说的，准备你可派去说那个店家有走五波给了呀，被给个日子的给搞住。说一句，我来派出所的家有几年，奖励了老公呢，可以洗澡一月的日薪。根据细碎的家庭结构，也叫你带货排异。你没检查派出所有没有鼓励，你现在还不知道。不知道。确实怎么样了？是怎么的伤势？我们才有解决的方法。打个比方说，你有鼓励了，有鼓励的赔偿的金额。伤，肯定那个我到医院人家民警那个医生就跟我这样说的，就是不管你有鼓励没鼓励。他就说，就是按最严重的就是骨裂。他说你不瞧，慢慢的，他说跟他给我比方，跟这个手腕里本身在指头一打打成这样，他慢慢的，指头会好起来。奖励了老公娘是你个牺牲也牺，吃不吃五百盒的，有时是感激对方的，能干的给有意义给过户，疼得流多，说必须要用了老公娘擦对吧？给过第一次那个日子，夫子给他买回一个人游戏。给啊要有戏，我这里也挖了一块嘛，打了一块嘛，我那个衣服全部都撕烂掉了嘛，当天拍照了。这是这么觉得，我讲是可以骂不可以骂？第一次要先骂你的，妈的，我都是不是他娘生的，我全家大大小小人五六个，去了他还有五个，全部死完，你敢赌这个数？我敢赌。那天第一次打架，你要不是想骂我，我的命都骂我的，爸爸，全家死完。我过那过江小伙人是越来越激动。我来北面说话最冲突次，说必须给这全部责任的将此带预计。你们是亲姐妹，这样搞来搞去没意思。我们意思就是说，能协商大家尽量协商，毕竟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哎，别人说多一个朋友也一个帮的，况且是自己家姐妹，你这样搞，像你刚才说家里老人知道多伤心啊！哎，断了骨头也两只筋。说已经我俩去说话，我也太一步。讲过我们去了以后，啊用了老公的啊娘说的日杂。女人呢，被抢的去呢，还给那个买房多不易。但是那不晓得，奖励了老公呢，够帮夫妻给买。放完就了，我啥都不要，他赔我不要，可以吧，老师母？但我奖励了老公的眼角，派出所店家有过啊，一模一个人说出来吃，还用了老公呢，把购物一举楼的。如果奖励了老公这丈夫女人店家的话，可以找护理一头讲出来家具。那么我俩去奖励了一个人，我这是哪能？非得能塞个莫中呢，脚扶了舞台，面对大姑娘讲好长卷脑袋走。那么行了去以后，阿用了老公的保证，讲好呢，付款给他买回东西，噶奖励了老公呢，啊保证走。好了，那你听我大姐一句话，不要到他家里吵架。哦，不会的，我做到绝对不会。这事情做到这里为止。赵姨姨呢，我俩送往另外。中野商茶有纯正的油，这个油很健康的，送给你。然后我跟你说，你呢就是说去跟你老公去看看，姐妹还是姐妹，毕竟我们是手足情，好吧？我去看看他可以。但我给你一个电话，谁去不着来？让你贵友呢？给你给两个姊妹呢，预计是能上丈夫养的。我说来呢，暂时去去给两个姊妹，你是小主人，够多大我讲阿爸你了，不讲你两个，我说一个人是电工，暂时你两个姊妹呢，好嘞，你不讲是哪能，我是是哪能。上江内与铁路呢开通以后啊，给别人风家得也比个穷用。那么自在于铁路宇宙内在了解的自家东处走给西路的掌故，那么给你的穷用卡路里啊，可以来你白拉斯让你掌故。所以是穷用给的连你自在铁过在第二方呢走到铁路宇宙内在黑用呢正好是卡路里的本红的高度。那么我你吃家咋对没给材质和稀合就别大同的马片给他用的啊，那西医多种啊把持能记
奥出大通对面的玉街口啊，农历七月你把期待能够是个人选，但是可每年的穷用一岁，参考该上日记的上人呢，我谁是免的。回老家湖北，给家人准备了一些礼物啊，这样子的愿望挺多的，会不会太贪心啊？就是因为，希望我爸爸身体好一点，然后一家人嘛，和和睦睦的就好了。都在温州待了挺久的，就说希望这个城市发展越来越好。今年的温州南站较往年有了很大的不同，主要是由于京温线的开通，这就导致在某些时间段。我们站内的发行列车显著的提升的话，人口会有爆发性的增长。今天个也不提过交地之在地，那么你这个在地到不那个列地给是卡路里呢还要说照顾的东初这个奥初大同对面北约的预计你约女性的各方子呢必然无能家的与你呢我倒在四月，那么以能够现在的预计卡路里的阿里第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预留出充足的时间来候车，避免耽误您的行程。再次提醒广大的旅客，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个人财产和物品安全，也要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一定不要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提醒一下列车啊，副主在张家路上西路上，你可以来你能。他用四次的斗篷吹波门要来给你热闹了屋里啊，还给呼吸次把这把喝大姑娘早会得来个热闹我得给他叫去让水我闹改一日过呼吸我给他那个阿叔直接找的他用于四次张斗篷吹的吃家呢有这个来个热闹热闹扣个月一将呢三个杯啊又娃娃吃吧住了呢我要一一没要给你们扩大多得来吹门的狂的瓜对了那叫去那个多日给你上那个意义啊我也没有哇呼吸吃吧我说要洗叫戒指连个热闹的无脑游戏只中要个热闹的让我呼了我咬你一时咬你不能成可能呀我才几个我才去打一顿刚才才去跳一顿打二顿一顿他不去了最小的不到九个花不到九个就现在朝顶上去了下巴把楼下的你给我送一下他坐电了昨天晚上起火的时候大概是七点左右吧我们大家都在烤火聊天然后也不知道他那个房子烧起来据列个写我给五多是木头机构那么多催门会议那个复议将马上写开吧这过那次呢续上路了我提示是列系列催门屋那个日历史管理我动了吧那么在催管部大人物们啊来催门日大四栋找此刻的事业来找来交付澳门的小我所归的他的一个副驾叫我其实我是我两个人跑过来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你救外面的一个老人我先冲进去一火是蔓延的很快啊但我们村长很勇猛也是很勇敢的冲进火场里救出了我们两位老人是你过个副驾是那个叫我倒是给了个热闹子能塞去物业给遇上个对火啊又是个自个对火那个你啊只能咋子只隔壁人是那屋里为了帮助热闹对过那个多的个政府啊为了能送给一一没药可无望讲我要给我给村民呢第一次个通过朋友区无热闹的护持母居该多种要给村民啊居得呢不去给这个钞票母一呢越来越多个一场上市呢那个我过来的就扣给我的多种今晚接下来就是把这两位低保户安置好他是两位都是孤寡老人的要看政府的扶持和帮助呼吸是无人的但是能要人我年年的给两个人能在过火面的薄弱物美让卡给对过那个同时啊对省大姑娘啊提示列一等的质疑岳父与于第一个岳父与于一岁无我负责的呼吸一年里用国家武装达到一次要把车门第五跌到我的栏目里给你过你还得通过我那个栏目里便宜我给日拉出那个车门走耳面要是这个大人物们能够给他吹了个庇护都稀的这些给了结果大头一吹那个日期呢也将要都稀的吹门无数出口挡吧给你空的这些瓜给吹了个地步呢一直是吹门上的一个痛一啊一怕那个地步呢复杂的吃的我们的作用发自将你的踏入得了能做不得给你的阿长将都吃些要干部们发扬但是让自将给忘得你一直有能过大日规的句子是给他吹了个吹门
早安眠的区域，给他家那个先生以后得晓得个谁出来还找到过去打到巨款杀人嘛，把活动出来的这套村门口吃你过我是得一步巨款一脚超吃不巴到了马个之间得给一点网红的你得个早安眠的话通过政府部门的上配得得一步过苦必然你能够通出的公路中间都是三公里，人家的一部叶子和列子的工程已经完工吧，从今年又可以到在四月。自家大都村人家庇护给你村门啊，上来是长着过去让人看。变化大了，这现在要这样子才好，天天看到一天天的变化，太好了。这个村子现在话呢，这就要干，就像他们这样子干才好。为了我们村里面搞起来一个环境、卫生啊，什么东西一起都好，大家们为了村里面都高兴。来村门过给起个庇护，我是养活要给早安眠给大头人。不过当来人家早安眠那个日子，结果人家呢嘛只开个头，今年得月日个黑洞还给到个村门呢，果然对大头一村呢，即使得往家喊。不是我们，就是我们村里了。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环境跟跟这个路道路，现在太窄，我们要把它加宽，把它高架桥架起来，全是我们村民跟老板专职。有的早安眠的样式嘛，多年给他村里这么久呢，电棚多年的老板，无非都是个故事，找来积攒故事。年轻时候呢，一直在外面，现在年龄大一点了吧，想回家参与这个新农村嘛，建设出一点力。这个呢，原来呢，早安眠呢，在两年前，他就自发的在下面搞了那个公路，一期跟二期的啊，所以搞的呢，对我们村吧，环境来讲呢，各个方面都好得多。所以我们大家呢就跟上来。赤霞大道村庇护，人家这个村呢啊开始要动作吧。在外面过啊，小姐不露，又是热乎治水好的一个好日子。干出了当该过政府不可教授，我不是你可是个内力，给着故事。我娘叫女大道村，在在外面个大人物美，能够越比越美，越比越好。感谢罗科大哥能过人话吃日子，类似的张老板给谁能啊？怎么可能？要我能够看呢，都是那都给你，要不那把你做着做地了吧？还不容易，人过里你日些年跟俺些嘞，人家跟你啊已经杀了是吧？富得些啊，谁俺都吃吧，工作啊要吧，给日你啊可以啊惜福吧。你要晓得啊，以前我是许多几块跟是那位朋的，日些朋的许多你脚，那么给你啊，我找来吃吃，二十不一上去，该生产的了是吧？给你老菜市。要我南国内抗呢，啥来是黑你啊？给上继续。那么说农村的啊，南国将个你能继续，已将算你之席子吧。那么继续给等你呢，给阿乐月啊，得给三根五嘞。跟啊，蒙着这个乔老师见你张喜琼，喜琼话三那个呢，能喜人啊，是喜多要吃喜。要我古能抗呢，那把你以这个推干符合，还是喜琼啊，这责任又找回你爹公我吧。那么西琼呢给老板的资源的啊，只能够人啊不用供给了约退了一个日子，多年工资内密集给你做一喇叭或是叫你给人你重用那个西琼又是成了国家是都用老累。早上起来眼睛发黑，差不多快一个星期啊，然后上楼梯，本来上楼很有劲的，然后脚就很软一样，然后搬货什么东西就流汗很多，还两次苍白。一个推杆呢，一直我洗多好的。那么洗从呢，给阿娘娃知道是你归外我，还是胡师傅能够给了你呢？给又还是你小水小水。但是啊，给人说呢，老合适，嗓子越来越泥脚。他在家里疼了一个星期，疼了一个星期以为会好起来的，结果没有好起来，他就到医院去检查。检查了，结果就是这个白血病，但是我感到就是好像天塌下来一样。说类似个那个抑郁病嘛，做了去是三八血病以后呢，那么遇上那个抑郁医生呢，又建议给浙江找多个抑郁的做脏一部的治疗。觉得遇着给买个抑郁的药啊，要某一年子的抑郁的障碍护理。化疗后的话，他这个骨髓，已经那个初步得到控制，但这个病的话，想要治愈。后期一定要做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啊，这是治愈这个白血病唯一的一个希望，但那个费用比较大。如果顺利的话，预计费用至少要六七十万。为了医药费用，张老板和西琼老阿妈呢，这再找去交别人，有多少呢？长久朋友上来给帮助给，但是个医疗费用。
娃是西多头给忘的。那么那个一直给几个护理呢，一将都给他屋内说如此的挫败越漏过吧。西穷之余给都是嘎长了八年，只有说抑郁的结果给那个一娃娃找娃们啊，洗澡给你叠啥工，但是啊老才是个女人吧，老能女意上给叠工。西穷那个妈是你过太高富豪，但是屋内给那个啊给阿找娃们呢做脚底工，给是阿是要本的，但是给那把火念个饿了找别人了做脚底工。还有是无聊得给那个江一宁一压费。我们现在花了钱都是这个亲戚朋友那里捐过来的，自己根本没经持没这个力气负担这个药费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古董可是还是老能力的会能聚的医疗费，给他晓得我也不让多赚了多付给那个这一压费。吃了家给他能痛苦的脚意学习给是以老能力的教给长了吧，给是成能学到了哪里给啊这在你活到你啊，给我都多能啊可以一门贴一门给我，给这张西啊我给自己门叫给了我给门。给了要改成收给了四年给是无能能。那么说日语给挖上来我们要改建五千本国的呢之一。那么等你给你这方面要日国的给有的旧个波呢走了走了给那个给三个六国的。给是你个早黑早知错的话你把日国吧。但是过一年过了我给找了军人家和一个日子中要给播只能抽掉。朱大理那天呢我就换着下来了，我说换到他前台，我说我今晚上不回来你换到你前台，我说帮看一下，他说可以。好，我走到第二天去东西不在了，现在要求要讨个说话了。无论给从收购的时呢给他成长去查找日语的，那么本日八几年给物资啊算是瓦松楼的五千六个人。给个女的给你啊你给油资给个六个人，只有你以后啊给有的给我拨给门子娃娃来你三五月份啊自然给你让你在外面要日子。同时给阿阔六个人个老板过年多年付费最早的资吧，你的老板得给了门子你不要给我。这个包放在这里，那个包就放在这个上面，这个水桶就登在这个箱上面的。那个给门子背下来挂搞主你咋了去啊，门子挂搞没给个那个扛这个不去给你给你说这个我到了主题的。给上说个来是过给日子业的么子呢是要车里配合那个意义还要来你能塞不塞给三五月份估计是六八多来的。十八件批发过的十八件新衣服，一个刮胡刀，里面一个充电器，那个包是敢买的一个包。这在学一级吃家给上说个来是阔个么子的对货呢是楼管理的职业的痛的鼻息，所有的楼卡呢，找楼管理那个屋子呢，讲过给了的，那么给了养多啊是被过负责的，那么给个楼管理那个正好是他作秀，对面的十一栋的阿姨讲差了吧，阿次屋区该上收个了是个每日自由的对货，可就要多的具体人数。你们个要每日看了摆一个，俺晓得给个包给那个包，该哪个要哭个，要给摆一个俺晓得。该上说个来是瓜给日本日本介绍日语呢一直有日子给个楼管理的多年的母子已将是乌土哈给了地里呢不管，那么母子同我地里养多家无杂人，那么地里的来八卦母子交流多个多年呢该上说个来是老子给了地里，那么母子快给了地里给了老年修啊你不管费还是老年为不该上说个来是不管你是那边给费苦个，这个费用人家给你苦个，人家得过来个，否则你得领过。刚刚人家是最主要是领过，这东西没是过，我过桥的，我过过桥。我一个上手给了十年啊，已经不遇吧。阿年的公益之家呢，这里的个预配哦，不该上手给了十个么子呢，这个多累。节目个最后呢，扩大扩大呱呱提词，忙接苦熬呢，养要晒屋，忙接个鱼头是啥子不对。家将熬夜，你扛哪个日狗，你哪个日狗，晚上的日狗，早上的日狗，自然点了个薄膜的屋，夜夜是过二十倍五十来，给你个五十来，扩大可能刮给你，忙家学楼的地方，再见。二十倍晚上就喝，五十来把波头摸，咖啡冷水长去蹦要皮啊洗机。过不过娘一娘是我让个
面妈妈活，隔壁冷水我脚吃错，你要扛难家具，你也得了么你这鱼，你和你和大姑那和鱼可无锡都多了，八字不把张脚喝，不是了把波头摸，隔壁冷水张脚不要听啊洗洁，怕你是不过无